大家好，我是苏文少，然后我是一个创作歌手，在台北唱歌三年，然后准备要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，叫《雨停出来走走》，现在在泽泽上面群众集资中啊。那我今天带来我的三首歌曲分享给大家。第一首歌叫做《孩子》，小孩子的孩子。那这首歌它是写给我自己的，它也算是我的第一首写给我自己的歌。那这首歌是在提醒自己，它算是写给过去正准备开始做音乐的时候的自己，就是我并没有忘记你的当初的梦想，只是现实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很多。那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孩子。是孩子啊，特别如你自由自在，特别如你我很期待。可以再一次吗？不好意思。可以好，可以好，卡直接来哦，直接来哦，对，好，那我就连前面的一起重讲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OK， 好。来，等一下，好，先 check 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大家好，我是创作歌手苏文少，然后我在台北用音乐打拼三年，我正准备要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，叫做《雨停出来走走》。那现在也同时在泽泽募资平台上面进行募资。那今天在客厅瞎杠，就是受朋友的邀请，一起来分享一些我的音乐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一首歌我想要带来的是我为自己写的歌。那这首歌是写给当时正准备出来唱歌的自己。当时想象的音乐梦啊，想象的用歌手的身份在社会活下去，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这么简单，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来鼓励自己，说我并没有忘记你的梦想，只是现实比想象更复杂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孩子。Thank you.
是比想象更复杂，一不留神就离不开，稍有不慎就回不来，单纯如你是否明白，并没忘记你的家乡，只是我还对不起他，一不留神又被伤害，稍有不慎又再失败，聪明如你是否意外，哒哒哒是孩子啊，特别如你自由自在，特别如你我很期待，好，那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写歌给自己听，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首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，它让我重新再拥有继续做专辑的自信。做专辑其实非常困难。好，那下一首歌也带来一首比较温柔一点的歌，这首歌叫做Too Late to Die Young。To Die Young 是一个可能大家有听过一些电影或是国外的一些讲法。To Die Young 就是你希望自己可以在最璀璨的时候就死去，当然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，就是你挥霍你的青春，你挥洒你的青春，然后不留下空白的部分。那其实很多人他可能像我一样，当初出来唱歌的时候，对自己很是怀疑，就觉得说身边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啊，他们早就已经知道自己在干嘛了。可能高中的时候、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在玩音乐，可能家里就是玩音乐的，他可能很早就已经组团，或是在舞台上发光发热。那当时的自己就觉得说，自己是否像想象中的那样子，有这个才华、有这个能力，可以去走这条路。常在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会一直质问自己，然后无法入睡。那我写这首歌就是用来提醒，或者是用来安慰跟我一样的大家，就是半夜想的事情，有时候都只是钻牛角尖而已。好好的去睡一觉，隔天起来还有再继续奋斗的勇气才是更重要的。Too late to die young。想要记起所有片刻，遗忘总是比忆记深刻，不要该放开的紧抓着时间，直到那些苦涩，多想要学会自在割舍，遗憾总是在夜里翻腾，不要该放下的执着了，时间最温柔也最残忍。
是要试着原谅。第二首歌曲啊 ，Too Late to Die Young， 然后呢，下一首歌比较轻快有趣一点，它是一首用来期待跟一个异性朋友见面的歌曲，就是可能在网络上认识的啊，或者是在朋友介绍的啊，那第一次要见面的啊，很期待，那我就写了一首歌来形容这样的状态，叫做想知道更多关于你。就第一次见面，我们要干嘛呢？开始吧。下次见面看电影，你说你有点怕生，没关系。
笑的话题，不好笑的话别介意。看完电影去哪里？我说要不要来我的家里？期待发生害羞的事情，开玩笑的啦别报警。想要知道更多更多关于你，想要制造属于我们的回忆，不要浪费好天气。你说你有点懒惰是天生的，但卡怎么了？一点点啊。OK OK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再来哦。好。好 OK。好，那接下来带来一首比较轻快有趣的歌曲，它叫做《想知道更多关于你》。那这首歌是写给一个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就是，先预备。那这样有继续录啊？好，可以哈。好，来，直接。好，下一首歌带来一首比较。四、三、二。下一首歌带来一首比较轻快有趣的歌曲，它叫做《想知道更多关于你》。啊，这首歌是写给一个即将要见面的新朋友听的。啊，很大的可能性是一个异性的朋友。啊，你很期待跟他见面。那第一次见面要干嘛呢？就是我就写在歌里面。好，想知道更多关于你。下次见面看电影，你说你有点怕生，没关系，我会准备好笑的话题，不好笑的话别介意。看完电影去哪里？我说要不要来我的家里？期待发生害羞的事情，开玩笑的啦别报警。想要知道更多更多关于你，属于我们的回忆，不要浪费好天气。你说你有点懒惰是天生的。哒哒啊 ，sorry sorry sorry， 还是是啊，好，好热，很热啊，不行，我要穿着。刚刚都已经穿了，要重录。好，准备好就开始喽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好，下一首歌带来一首比较轻快有趣的歌曲。那这首歌是在讲，很期待跟一个新朋友见面。那这个新朋友，很有可能是一个异性的朋友。那你，就在想说第一次见面要去哪里呢？所以就写这首歌。叫做想知道更多关于你。下次见面看电影，你说你有点怕生，没关系，我来准备好笑的话题，不好笑的话别介意。
看完电影去哪里？我说要不要来我的家里？期待发生害羞的事情，开玩笑的啦，别报警。想要知道更多更多关于你，想要制造属于我们的回忆，不要浪费好天气。说你有点懒惰是天生的，我来准备一场小旅行，有兴趣的话别客气。哦，想要知道更多更多关于你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你说你有点神秘，别放弃，总有一天会让你愿意 Open your heart to me. Open your heart with me.那这首歌就是那个时候唱的时候，底下常常就是说你这个变态歌手，就怎么写这种奇奇怪怪的歌。好，那我想要这边卡掉好了，可以吗？这用接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累啊，语无伦次。等一下直接录下一首。喝个水。来吧，好，来五、四、三。接下来要带来一首，也是情歌。那这首歌它是之前跟前女友在谈远距离恋爱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价值观很不一样，常常会用电话吵架，然后吵到后来就觉得说白痴，就是讲电话都已经时间这么少了，我们每天下班然后讲电话的时间都这么珍贵了，还要浪费时间在那边吵架。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一个小共识，就是我们每次吵架的时候都要有一个人跳出来说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就是我们把握接下来的就是时间好好聊天，明明就小事情而已，没有必要在那边撕破脸。那后来有一次我们就又吵架了，每次都是和好再吵架就学不乖，但是那时候吵完架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很有趣，每次都有人跳车好了好了好了这样，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好了送给他，那就是用来告白兼道歉，大家听听看这首情歌好了。
想写一首能感动你的歌，不然你就要走了，留下我一人在夜里翻侧。我知道错了，请回来吧，爱人，感情多难得，别葬送一世头昏。坦白说我的脑筋迟钝，请原谅有时不够认真，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但知道可爱的你是用来疼的，共度每刻良辰，请让他们为幸福加温，不是我奈何不了寂寞，心里容不下别人。三分钟听着是为你写的歌，让我知道你其实也很不舍。我知道错了，请回来吧，爱人，感情够难的，别就这样走散了。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但知道可爱的你是用来疼的，共度每刻良辰，请让他们为幸福加温，不是我奈何不了寂寞，心里容不下别人，不是我奈何不了寂寞，只是想被你爱着。Go man, go man, go man, I say. Oh, would you come back to me? 好，需要跟大家说再见。好哦，再见。那我今天，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客厅斜杠来唱一些我自己的歌曲。那有这个机会分享我的音乐给大家。那请大家多支持这个频道，我觉得超好玩的。好，拜拜。